人都会有情绪，若不懂得适时的疏导，轻则败坏情志，重则没完没了使人崩溃。烦躁、压抑、埋怨等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，只有了解他们，才能管理他们、控制他们。名家论坛即将推出情绪管理，台湾著名教授曾仕强将与您一起辨认情绪、剖析情绪、管理情绪。情绪管理听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好像无从琢磨，其实不然。情绪管理只有一条规则而已，就这么一条。各位慢慢去看啊，西方人提出来的东西都是好多条好多条，中国人是不会超过三条的。如果超过三条，就是你没有抓到要领。我们再三说啊，社会很复杂，宇宙很复杂，而控制这么复杂的东西，它的机制一定是非常简单的，所以才叫易经。不然为什么叫易经？易就是很简易嘛，简单明了，就这几条就够了。哪一条？情绪管理只有一条。哪一条？就是当你脑筋清楚的时候，你的情绪就很稳定。所以现在人没有别的问题，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脑筋不清楚。那脑筋不清楚，用现代化来讲，就是观念不正确。我们是被很多不正确的观念所害的。比如说，情绪是谁在主管？我们往往说是别人让我生气的，环境使我痛苦的，事情使我伤脑筋的。这种观念就是错误的，从现在要改过来。我是主宰，不是外面的东西可以主宰我。你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，因为别的东西你没有办法，这个东西你是绝对有办法的。情绪随着外界而变动，就表示你没有尽到责任。没有尽到什么责任？没有尽到你是自己的主人这种责任。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，我们就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管好。因为很简单的，只要你把脑筋搞清楚，只要把你的观念搞清楚，你很多事情它就化解掉了。比如说你到公司里面去，发现你的上级对同事很好，就是对你不好，这时候你怎么反应？一般人就是表现得很不服气，表现得很委屈，甚至开始闹事。结果呢，越来越不利，因为你就证明了上级的观感是对的嘛。你看我为什么对别人都很客气，对他们客气，就是你会闹事嘛，果然你闹事。你如果换一下脑袋，你说哎，他在暗示我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暗示我有些事情得罪他，或者没有做好，那我就把这个调整一下，哎，他的脸色就改变了。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当面骂人，我们不太喜欢，我们会给他脸色看，给他脸色看跟摆架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必须要说明，我们今天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彻底搞清楚，所以才搞得脑筋很乱。一个人不要摆架子，但是一个人要给人家脸色看。你摆架子那叫臭架子，你给人家脸色看就是尊重人家的意思。因为我不能骂你，所以呢，我摆脸色给你看是尊重你，希望你这一调整我们就没事了，就不用骂了。所以我们一般人错误观念就是说，脸色这么难看，我比你更难看，那就完了。但是你错了，一个正确观念说，哎，他摆脸色给我看了，他是尊重我，他希望我自己改变了，那我就改变就好了。哎，果然他脸色就好看了。我们时时刻刻要调整自己的脑筋，这就是儒家所讲的反求诸己。一看到他脸色不对，你就认为他对你不礼貌，这是你的错。一看到他脸色不对，你就觉得哎，他对我很好，为什么？他没骂我，他是用脸色暗示我，我有什么地方不对，那我就去找我哪里不对，我赶快调整过来，他脸色就好了。
这有什么不好？这非常好的工作。我们不要把情绪当成坏事，很多人都把情绪当坏事，尤其是我们对长官啊，我们经常是不能忍受的啊，你应该对我客客气气啊，你应该怎么样，其实那是我们不对的。我长期以来我都劝很多人说，长官对你客气是你是没有福气的，你是完全没有福气的。一个人有福气就是长官对你不客气，然后像他没有把你当自己人，他就不会对你不客气，那这样就对了吗？你看他有很多事情他不敢叫别人做，他专交给你做，那你应该感谢才对。你有什么讨厌他呢？人甚至于动物他都有情绪反应，你看一条狗，你踢踢他他就对你叫，你摸摸他他就摇摇头摆摆尾，人也是一样，人也有那个逆鳞啊，也有啊。那为什么偏痛他的逆鳞呢？这一部分其实韩非子研究的最透彻啊。我们有情绪是天生的，是好现象。一个人伪装到完全没有情绪，叫做莫测高深，其实有某种程度的危险性，因为大家不了解你了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你的情绪的表现成熟不成熟，这个比较重要，而不是没有情绪反应。只要是合理，情绪对你的人际关系，对你的生活都有正面的帮助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希望各位了解，你是个人，我也是个人，大家都是人，大家都有情绪反应。你不能说只有我可以发脾气，你不可以发脾气，没有。但是我们往往是这样，我是长官，我是上级，我可以发脾气，好像不发脾气就不显得我威风，你不行，你配吗？你不配，这就不对的，这就不对的。其实我当领导也蛮久的，我倒希望我的部属啊发脾气，因为发脾气我就知道他真正的个性是什么。他永远不发脾气，我对他实在很怀疑，你到底是怎么样，是假的还是真的，我搞不清楚。因为我们人呢，总有一个忍耐的界限，你测了半天没有忍耐的界限，这个人很可怕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要跟一个领导相处啊，我们会想办法去测试他，他忍耐的限度在哪里，来保障自己。所以我们常常会激怒他，刺激他，看看他会不会发脾气。那我现在问你，你是希望那个完全不发脾气的领导，还是会发脾气的领导？会发脾气的领导比较好相处，完全不发脾气的人，你真的很害怕，因为你不想哪一天又被他搞成怎么样，你都不知道。人到任何地方都会测试那个界限，都会的。等你测线摸清楚了，你会比较安静，你会比较安全。你摸不着边际的时候，你是很恐惧的。我讲到这里，各位就可以想象到，我们很多观念其实是错误的，我们自以为是，最后害死了自己。为什么孔子说无可无不可？为什么？那这不是没有答案吗？梁启超当年听到看到这种话的时候，都是愤怒的不得了。中国人糟糕就糟糕在这里，无可无不可，不负责任。但是他到了欧洲一阵子回来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全世界的事情其实你了解以后你都知道无可无不可。大家还要去了解胡适，胡适一直反对我们中国的这个那个那个，反对一大堆。但是你看看他的胡适70岁写的那一篇文章，胡适到了70岁是完全把他年轻的言论整个否定掉了，还是中华文化最好。那他有很多学生呢，他的学生看了他这个70岁写的那篇文章啊，就问胡适说：“老师，那这样不是
跟以前的话都相反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而胡适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中国人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人总会犯错嘛，那老是错一下什么关系？我又没有常常错，我只是以前都说错了，现在开始改进，有什么不好？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”其实胡适年轻那一段真是乱七八糟，害死多少人，但他到最后他那一句话我也很感动，错了就承认错了，你再骗下去那害死更多人。中华文化它是有深度的，它是有高度的，一般人真的很难去了解。那我们爬出一个最简单的标准，就是合理两个字，合理就好，天底下没有好坏，合理就是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哪一天把我们的道理你把它用到合理的地步，你就是好的，不合理就是不好的。没有什么文化的糟粕，不要相信那种东西啊！我们现在一直想把中华文化哪一部分去掉什么，其实它是个整体性，你没有办法牵一发动全身，你没有办法去动它的，何况是我们错了，不是他错。我们要记住，激烈的反应对身心都是有害的。西方人是很激烈的，你看西方人高兴起来，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；哭起来，伤心的不得了。中国人大概不会这样。你看西方人一得奖啊，上去拿那个奖牌。我感谢这个，感谢那个，感谢那个，感谢那个，我都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他就没有想到家里有爸爸妈妈在看，爸爸妈妈看了半天，你谢所有人都不谢我们两个，那我们两个一点功劳都没有吗？你回家怎么见你父母？所以逼着我们中国人拿奖牌，第一个，我谢谢我的妈妈，那爸爸听你又不高兴。我谢谢我的父母，那祖父听你也不高兴。我谢谢谁？总有人不高兴。所以我们就说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赶快溜。这个人就对了。你还讲什么？但现在年轻人，他根本不懂这套。谢了半天，回家每个人脸色都难看。你谢谁呀？好像为什么中国人讲话老含含糊糊，很多话到嘴里他就不讲，就是你讲了他高兴他就不高兴，他高兴他就不高兴，那你干嘛得罪人？我给各位一个建议，在中国社会你不要去讨好任何人，也不要得罪任何人，你讨好不了没有用，你得罪不起，你后面会很难看，这样就好了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老是情绪比较含蓄，我们比较平稳，我们没有那种非常高兴非常不高兴之情，我们没有，有的时候是私底下的，不要公开。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当你的中枢神经过分活跃的时候啊，是有伤害的。各位，为什么出名的电影明星最后要跳楼自杀？为什么那种很有名的歌星最后是复毒自杀？为什么？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各位，一个人活在掌声当中，他是活不久的，他是活不久的。很多人很喜欢 听掌声，这个人是很可怜的，哪天掌声没有了嘛，你就跳楼了嘛，你干嘛去稀罕这个掌声呢？所以有时候我去讲课的时候，那个主持人说啊，各位掌声热烈一点，曾老师就讲得好，我心里想你把我当傻瓜，那人家掌声一激烈我就跳楼了嘛。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刚出来讲课的时候，的确是掌声有影响，我告诉你，掌声太激烈，你整夜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开始要吃那个安眠药，吃多了你就中毒了，不吃就跳楼啊！那谁叫你迷那个东西？
所以慢慢我们就知道要修炼，人家要怎么鼓掌那是他的事，你少听，你一听晚上就睡不着了，我就无所谓的。所以有时候我讲课有人走出去，我也不会觉得哎，他好像在抗议啊，但我不会，因为他有他的事情，而且我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。有一次的我到公司去讲课，有一个人呢一直在咳嗽，一直在咳嗽。我想换成别人就说：“哎，先生，你如果要睡觉出去，我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下课以后他会来找我。他说：老师，我昨天是上大夜班，整个晚上没有睡。但是听说你来，我就没有回家了。”所以坐在那里我一直在听他，一直冲喝睡，但是你不要误会，我都在听呢。我说我也没有误会你，我哪里误会你，因为我这种情形我碰太多了。一个人打瞌睡他有他很多原因。倒是有一次我要跟各位说起来，我去一个很大的公司讲课，那个总经理董事长就坐在前面第一排跟我面对面，那董事长不但打瞌睡，他打哼，这样子。那时候我比较年轻，我就说：“哎，我们把董事长请去休息，我们再继续讲。”事后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第一个，人家那么忙，坐在这里已经给你面子的，他打打哼都不可以啊！你这个人这么霸道。第二个。我是请来的客人，我凭什么去教训他？第三个才是真的，我不讲所有人都知道，用不着我讲了，因为所有人都在说我们这个董事长怎么搞的，你要么就不听嘛，要坐在这里你干嘛，他们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不讲了，我不讲他们都同情我，我一讲所有人都骂我，你算什么？你骂我们董事长，那我倒霉。所以我慢慢得到个教训，就是说凡是我讲真话，那家公司就跟我拒绝往来，他又不敢请我了，他怎么敢请我了？凡是你讲真话就是让人家跟你拒绝往来。然后我就慢慢知道很多事情不讲跟讲一样，我再深一次分析啊，不讲效果比讲还要好。你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会严重伤害你自己，伤害到很难控制的程度。可是很多人不知道，你看笑得很开心，其实对你身心都有创伤。你会发现哭不会哭死的，笑经常笑死的，你看笑笑笑一口气不来就死了，说笑死了笑死了，真的笑死了。其实我们对阿斗我们有很多的误解，好像阿斗好像没有能力，其实阿斗是很高明的。你看阿斗一笑就把那个司马昭活活笑死你好不容易把蜀国灭掉的，把他的这个阿斗赢过来，最后自己被他笑死，你看你划得来吗？他几句话就把司马昭笑死了。我们看三国都没有看懂他的道理，一个人持续的紧张你很快就生病，而持续的紧张就是情绪的不稳定。你干嘛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你看为什么会溃疡，为什么会气喘，为什么会偏头痛，为什么会高血压，为什么会皮肤有疹子，都是情绪紧张的原因。所以结婚以后如果夫妻相处有一方始终紧张兮兮的，另外一方就要负责任，就要负责任。你看有些人我们一个人靠近我们就紧张，就全身啊就紧绷在那里，有这个就是人跟人那种磁场的感应。你看有些人跟他在一起你不会，你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哎，有些人他一靠近你，你就开始紧张。那这种人自己就要调整。
凡是引起人家有压力、使人家紧张的人，你都要自己检讨。那是做人做到这种地步，那你还价值什么？我们焦虑、忧虑，最后是精神分裂。说起来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持续的保持紧张。我很坦白讲啊，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啊，他第一个看法就是整个肩膀是僵硬的，整个肩膀是僵硬，他放不下来。他长期使他这个样子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一看从后面看，他走路就这样，啊，甚至这样的。他已经紧张成这样子了。人有一条脊椎，这个脊椎如果不正的话，百病都生出来了。所以你要检查检查你的脊椎正不正。脊椎正，大概很少什么毛病。脊椎弯，就全完了。而脊椎为什么会弯？就是长期紧张。过分的压抑就变成潜意识，就会不知不觉当中很气愤。所以当你觉得气得要死而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变成潜意识了。我们要知道婴儿期间他就开始会攻击人家，婴儿期间他就有性的这种感觉，不是没有。我们不要去压抑他。当一个小孩开始玩自己的大便的时候，你不要大惊小怪，因为他根本食物跟大便对他来讲是一样的。可是我们用大人的看法，用大人标准来衡量他，这是不好的。然后他就开始变成潜意识，啊，大便好像是很羞耻的事情，啊，这种话是不能讲的。大便有什么不能？大便就吃饭的时候不能讲嘛，其他都可以讲的。你不要一下子把大便说的那么丑陋，它又不是什么不好的现象。我们变成潜意识以后啊，它是很活跃的。可是呢，你会不知不觉的用各种奇奇怪怪的来把你的潜意识表现出来。一个人小孩子所遭遇到的种种状况都会变成他的潜意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的生气，我们看到一个人不跟他讲话就觉得这个人很讨厌，这不很奇怪吗？就是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攻击不能排泄情绪，这个要学习，这个就要学习。甩东西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有人有潜意识以后啊，他动不动就甩东西，动不动，他不能控制。人是这样，有意识的其实比较容易控制，潜意识的很难控制。而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比有意识部分要多得多，那跟冰山一样嘛，冰山你看的部分是小小的，但下面没有看的部分其实是很多的。我们建议大家要学习，一定要跟自己的文化结合在一起，否则你学习的一套跟我们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东西，你就很糟糕。你到国外去看，国外现在最流行的颜的这个头发是什么颜色？是黑色的，你相不相信？我们哪里跟得上流行？我们差得远。他这五颜六色完了以后啊，他就觉得黑色的最好看，而且最性感。而我们天生是黑色，别人搞得五颜六色，你看奇怪不奇怪？我在上海，我是公开讲的，我说在场的人有没有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是妖怪投胎的。那我讲完就好多个小姐来找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讲的是真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从不开玩笑。”他就跟我讲：“我明天就把它染回来，再染成黑色的。”我也没有说黑色是好，我也没有这样讲。
你天生是黑色的，你就不喜欢它，那人家金黄色的又怎么样呢？又怎么样？你到国外去看，金黄色的人跟金黄色人在一起，那个花花的跟花花的在一起，啊，秃头的跟秃头的在一起，他物以类聚嘛。你看非洲人，他一定把那个头发一看，你看最起码搞六七个小时，那每天没有事干呢、啊，他扎的小小小小小小。那你中国人也这样做，你试试看嘛。文化是根据当时当地大家共同孕育出来的一套花样，文化就是花样而已，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花样，英国人有英国人花样，其实英国人跟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。德国人有德国人的花样，你到法国你会发现，只要两部车子撞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吵起来，所有在旁边都说那个人一定是英国人，因为他们对英国人有世仇嘛，反正所有坏事都英国人干的。那每个民族一定有这样的嘛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第一次到英国，我走掉一条路叫做华特鲁路，华特鲁路，我当时就很奇怪，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，华特鲁是代表失败的，哪有一条路名字叫华特鲁？我就问英国人，我说这条路为什么叫 Waterloo？ 他说 Waterloo 很好， Waterloo 是胜利啊！啊，我才恍然大悟， Waterloo 英国人胜利，法国人败了。我们是接受法国人这个观点说，华特鲁惨遭华特鲁就是败的。但英国人完全相反，文化没有好坏，文化只是有它的特殊性。所以大家要学习，要培训，你一定要重视中国人的花样，就是中国人花样。你到全世界去看，只要中秋节的晚上，只要是中国人，他一定会到外面来造一个草坪，然后朋友家人在那里吃月饼喝茶，他一定会。但外国人就觉得很奇怪，就什么值得在今天做这种活动。每个民族有它不同的传统，有它不同的习俗，我们都应该加以尊重。啊，这就是对的。文化就是一大堆花样，但是它要化成大家心里头都能够认同的东西，这是非常不容易建立起来的，我们要珍惜。谢谢大家。